三组，也就是最后一组啦。为什么会有三组？也是因为要来比较一下他们的那个价钱，再决定要选哪一个来装修。你的那个玻璃啊，那个火要放哪里？你给我知道。OK， 那个睡衫。现在对完了装修的师傅他们，我们现在来到了附近这边的家私店。来这个家私店就顺便看一下我们公司需要的那些 office table 啊、椅子啊，还有工人的桌子椅子那些，然后顺便看一下我们的 office 的那些灯管，我们要选什么样的款式，就来这边看看这边的价钱怎样了。啊，不是啊。OK， 我们多好拿。什么 ？You die, I die, everyone die。Mesti pakai mask ni. 这个可以，这个。现在我们在看到这盏灯，可以换色，可以换白色，然后黄色，然后惨惨的。你觉得如何？很亮哦，亮就对了啊，公司才会亮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像你以前的话，那选实力回去。选实力回去。没有，等下那个装修楼那边呢，扣我们一个五十。哇 ！OK， 我们现在在选择我们要的那个灯款，然后这边的价钱是，然后我们就打算直接在那边买完我们公司需要的那些灯。OK， 我们过后 confirm 了，我们要这一款拿16粒，这个是员工的区域的，然后我们自己的 office 我们就拿这一款拿12粒，哈。可以去。然后我们在 office 里面打王者。有。刚刚我们选了这些灯，这个灯你看到它中间那边是有风扇的，然后它又有光又有风扇。然后 Benny 就讲还要买这个东西装在我们 office 的两间厕所，这样我们大便的时候就有风可以吹，他太会享受了。现在从灯店走出来，我们前往这家私店，在隔壁罢了，非常的顺便。可是这边的家私，不懂是家里的家私还是 office 的家私啊？家里的，可以去看一下哦。哇，那么这边还有 wallpaper 哎，我们公司刚好也是需要 wallpaper， 等下可以问一下。这边是全部床，然后 office 的东西在上面。OK，office 的东西在上面。搞一间办公室真的是不容易啊，需要很多精力啊，也需要很多金钱，很痛啊。太多钱了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 Benny 朋友的 gym room。我们现在是打算来看一看这边 gym room 的环境，然后因为我们之后可能会时常在这一区嘛，所以我们打算之后就在这边做 gym 了。哇哇 ，I love this vibe。看看里面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。你现在门怎么样？都没到了。哦。哇，没有。哇，没，这里有很多耶。我喜欢。OK， 我们现在进到来里面了，然后这边有很多器材，很多重量，然后这个镜子很美哦。哇，爽吗？有 on 吗？哇，很痛哦，我练不进不了。Sorry， 平常拿太重。太重了。哇，这个 The Rock， 呼，很帅耶。哇，真的是精气的嘞！哇 ，nice 啊，这个，这个是自己用那个什么用电钻，用电钻这样钻出来，真的吗？你不要骗我哦！真的，给你看一遍，很帅哎，巴士，很帅，整个德洛的脸在那边。哇，这边是，喂，那灯就关了。哇，这个是跑步，这是跑步机是吧？跑步机，这个是Benny的地方哎。跑步机，然后这个是脚车。对，这边是专门。这个是做卡丢。卡丢的。哦。哇，它的灯光。
有些那种玩 game 这样。是哦，这边是冲凉的地方，然后 locker 全部在这边。哇 ，nice， 全部在那边冲凉哦。这边是男生的冲凉，然后女生的是在隔壁。哇，这个做完 gym 爽哎，那感觉。爽，我一定冲凉了。哦，这个灯。我每次在这边冲凉。哦，你直接在那边冲凉啊？在那边冲凉，我跟他们三个一起在小便。哦。然后这边出来，女生呢是在那边，可是不能够进。然后这边外面是有龙哥。全部都有专门做设计的，一定要吧？一定要。然后这边直直去就是 gym 都没有。我们的公司就是要装这样子的灯，这样子，可是要装很多盏啊，整条去。现在来到了吃晚餐的地方。吃晚餐的地方。吃晚餐的地方，我们今天还是跟昨天一样吃中国餐，因为我们对中国餐真的是毫无抵抗力，所以我们现在来吃这个麻辣香锅。麻辣香锅。还有咸蛋味的。哇，还有咸蛋口味的这个。哇，很厉害这样哦。哦 ，scan 了钱。食物来啦，然后他已经开始在吃了，然后 SOB， 所以他们三个坐那边，我们两个坐这边，空荡荡啊。食物来了。这是番茄汤，番茄汤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就先吃晚餐了，因为忙了整天，到现在才吃，非常非常饿啊。好呢，加加油！Let's go, l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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t's go, com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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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. 哈哈哈。OK， 各位，今天我们就要带欧尼去看医生，因为欧尼他最近不懂为什么他在家的时候他一直咳嗽，就是一直咳咳咳咳咳这样子，就是不懂什么原因啊，他一直这样子咳嗽。然后我上网 Google 了一下，我就看到一些资料，然后他讲。狗狗咳嗽是一件可大可小的事情，就是要快点带它去看医生。可是因为我们前几天都很忙，都没有那个时间嘛，所以今天是它咳嗽的第三天，我们就抽出了一些时间，就马上带它去看医生。所以等一下就要带 Oni 去给 Doctor check 一下，到底它咳嗽是什么原因。Oni， Let's go， Let's go。我们已经 train 到它，就是这个界限呢，它是不敢踩出来的，不管它有多大的诱惑都好。我们都劝他不敢出这个门，这样子会比较安全，他不会乱乱跑出去，然后给人家拐带。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外面一点。Oni， Let's g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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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加加油，加加油。Good girl， 啊，包含了，包含了。哎呀，就是这样子哦，我们已经劝到他不敢踏出那个门的那个门槛那边，这样子就我们不用担心他会一直跑出去，然后给人家抱走这样子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出门了啦。哇老喂，欧尼，刚刚上车就小便在我的椅子。我们出门没有给他包到 members， 然后就以为他应该不会小便，结果一上车就马上给我塞泡尿。现在欧尼来到 clinic 了。欧尼，欧尼，怎么你在我的车小便呢？哈？喂？秀什么秀？看我，看我，看我！有个 PT 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有跟他刷牙吗？没有。哇，这个太阳好热啊！哇，这个太阳哇！今天我们来到这边，就是一开始我之前有拍到嘛，就是我们去那些英文课程班那边报名，然后今天就是我们四只小猫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，我们四只小猫今天的第一堂英文课。然后我们今天的课呢只是上一个小时，然后我们今天这堂课的内容是上英文的发音。
对了，有可能呢，跟大家告知一下，有可能这个频道啦过后就会成为一个英语频道，所以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。啊，原因啊，然后我找我妹妹一起拍原妹，哎，可以哦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上去好了 ，Let's go， 走了走了。喂，哎，走了。你的口罩很可爱耶。Let's go。小心。什么心情？今天第一天上英文课。我怕给人家笑。我们这种是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，所以不管活到几岁，不管各位，想要一就讲讲呢，就是有心想要学习啦。不管你几岁，都敢敢去学，要不耻下问，这个才是人生要追求进步的一种态度。要一直提升自己。对，要不断的提升自己，包括在语言上啊，对呀、啊，任何方面都要勇敢去追求。对自己是好的。Yes。OK，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讲呢，作业。对，今天的作业，所以我们今天上的是 pronounce 的课， OK。然后我们的课室就如你们所见，今天是没有人的，只有我们四个人，四个小猫，四个小猫，一个老师。今天我们的打扮非凡，猜猜看是什么日子？给你们五秒钟的时间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没错，今天是我们的二周年纪念日。然后我们现在呢就在 KLCC 这一边，来 KLCC 是因为，要骗我的礼物，骗你礼物。OK， 因为我们两周年嘛，然后我们就互相交换礼物一下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有拍到我送给你，对，他送我礼物放在车了，然后我等下拍给你们看，给你们看看他送我什么礼物。然后现在呢，我就要带他去Apple 店、苹果店那边。去送他一个 wireless 耳机，因为他剪片的时候很需要一个耳机，然后是无线耳机的话，对他来讲就会很方便了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去 Apple 那边买他的礼物。过后，等一下晚上7:30左右，我已经 booking 了一个桌子，我们要吃 fine dining。是他梦寐以求的吗？啊， fine dining 没有梦寐以求。是他一直靠北讲要吃 fine dining， 已经吵了很多次了。很久没有。然后他又讲还要带我去体验吃 fine dining， 因为。我在很久很久之前有吃过一次啊，可是那个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啊。然后跟他两个人的话是，完全没有 try 过。对，我想要跟他一起体验一下。对，所以等一下7:30我们就会去吃 fine dining， 但是现在先去买路线 ，Let's go。